个男人呢啊，吃啥啥没够，干啥啥不行，就是名字叫的还挺好听。梁朝伟，你给我出来！你这个德行也配叫梁朝伟？赶上了。你看人香港那个梁朝伟长得是多么的有人气，你再瞅瞅你这个梁朝伟长得是多么的气人。关键你长得也不像刘嘉玲啊。你看看人家啊，这样，你再瞅瞅你那样，排气量不一样。现在提倡我这样的低碳。男人吗？反正跟你结婚二十年了，是男是女你定呗。我是个男人就没有这么办事的。那今天上午刚刚送去的两瓶酒，这还没到中午呢，你就往回要啊？不要不行啊！那厂长刚才给我打电话，让我过来跟他一起陪客户喝酒吃饭，还点名道姓的说，就喝你今天早上送的两瓶好酒。不是，这不是好事吗？好啥呀？好啊！那两瓶根本就不是酒，是我灌的凉水。啊？不是，哎，我头两天不是给你拿两千块钱吗？你没那两千块钱让我干别的用了。不是，你说人厂长对咱这么好，前几天还提拔我当了个车间主任，那送两瓶酒不是应该的吗？我也没说不应该呀、啊，你关键是你说那客户喝了咱送那酒，一喝不是酒是水，买卖是不是就黄了？厂长那脸往哪儿放？咱俩是不是厂子里的千古罪人？不是，那傻蛋，你干啥呀？要去啊？张不开这张嘴呀。那也得张啊！快点喊人，快点去！厂长，赵厂长，赵立本，我不好使。立本，在谁啊？我的妈，女的太管用了，这个。哎呀，哎，美丽啊！哎。像两口子情来了，哎，来行，赶上饭点了，来，不许吃饭了啊！应该那个厂长啊，厂长就不进屋吃饭了，你就坐着咱聊一会儿得了，边吃边聊。哎呀，厂长，求求你就坐下吧，听我的，立本啊，坐好。那个你啊，第二去。怎么的？没啥，也没啥事儿。今儿上午送你那两瓶水，你喝着。啊？不是，酒。你喝着咋样啊？没舍得喝呢，那么贵，一千多块钱，能随便喝吗？好，刚要用在刀刃上。哎呀，那个厂长啊，就今天早上美丽送给你两瓶好酒，啊、在我们家酒柜里已经摆了十年了。不是，是你刚灌的水。我是刚看的，整十年吗？啊啊是。厂长，你想想，已经十年了，我估计挥发的差不多了，现在剩下的基本是酒精了。对，你要给客户喝这个酒，万一中毒怎么办呢？蒙谁呀、啊？我不喝酒我也懂，酒是沉的香，年头越长越好。你看他啥都明白。哎，对了，大伙还得说你呢，大伟，你说你干的叫啥事儿啊？啊，咱们什么关系？同学、朋友，现在还是同事，你还给我送起礼来了。那个厂长，我是这么想的啊。你看啊，我跟美丽也来到咱们厂子已经三年整了，从来就没给你送过啥，是吧？还提美丽当了车间主任，所以说我们想表示一下。那是因为美丽干得好，你别说三年，十年不送礼，我也该提拔也得提拔。再说那酒，我跟美丽也说了，那算我借的，回头我买了就还你们啊。嗯，咋整的？滚！滚！哎呦！妈呀，干啥呢你啊？厂长，实话告诉你吧，那两瓶酒根本就不是酒，那是心意。我傻呀，我不懂这个。那也不能送礼，咱们什么交情啊？不是，那啥，那个现在你看不就是这个风俗嘛，是不是？啊、一到这个年呢，姐啥的都相互送点啥。对对对，谁家有好吃好喝的都不舍得吃不舍得喝，然后世界送去，老张送老李，老李送老赵，老赵送老王，罗圈送，这是浪费资源，这习惯以后得改改。厂长，你说的太对了，我们为什么要送你两瓶好酒啊？啊。不是因为你提拔了美丽当了车间主任啊，是因为你干了那么多那么多那么多的好事。我干啥好事了？比如说
咱们村那些老爷们都外出打工了，对，剩下那些媳妇儿是不是都归你了？我哪听得这么别扭？什么叫都归我了？那叫那些留守的妇女都跟了我，这不一样吗？是他们跟着我一块打工，你净往沟里带我。所以说，厂长，嗯，我们一感动一激动就送给你两瓶好酒，嗯，送完之后我就后悔了啊！酒是啥玩意儿啊？酒是穿肠毒药，对，酒伤肝呐，啊，肝郁不舒就容易急躁，人一急躁就容易毒火攻心，毒火攻心你就得上火呀，人一上火血管就容易堵塞。媳妇儿啊，你看厂长这体格，如果是堵了的话，应该怎么办呢？支架。对，厂长，嗯，根据我的目测，就你这体魄，怎么也得支六个架，至少了容易塌腰啊！哎呀妈，你厂长怎么了？怎么了，厂长？哎呀妈，大伟呀，啊，眼前一黑，有点堵啊！你看，你看我说啥了？你说这没喝咱的酒，这堵成这样，这喝咱的酒，这堵成啥样啊？所以说，厂长啊，我越想越后怕呀。你说，那两瓶酒，你喝了之后，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，咱们厂子怎么办呢？啊，那些被你划了的妇女，跟你干活那些妇女怎么办呢？厂长啊，等一下，别说了，我全懂，我谢谢你，我代表厂子谢谢你，我代表所有那些留守的妇女谢谢你。我替他们给你个拥抱，谢谢。抱完你之后，我再抱。厂长，你赶紧抱我吧。不是，我赶紧算了，厂长，你血管都堵成这样了，赶紧坐一歇会儿吧，厂长。哎呀，厂长啊，你说两瓶酒重要还是你的身体健康重要？我想了想，就我觉得厂长的身体健康那才是最重要的。对，所以我越想越紧张，害怕，我后悔，我心如刀绞，我痛不生育呀！我哎呀妈呀！哎呀，行啊你，还给我整成煽情了你啊！编，接着编，大伟啊，我万万没想到，两瓶酒就把你整得痛苦生育了，你这也太弱了。再说我不喝酒，你也不是不知道。那两瓶酒，指定不还你。啊是，媳妇儿，我是不行了，看你跟那个交情。立本儿。干什么？哎呀妈！哎呀，你哎呀妈，干啥呀？你躲啥呀？你也太猛了呀！立本儿，干啥呀？其实有的话我都憋在心里多少年了啊！我要是知道今天你能当厂长，我早嫁你了。我何苦跟他毁了我一辈子的幸福呢？哎呀妈呀！幸亏嫁他了，一般就把我毁了。啊？不是，我觉得你们俩看着还挺幸福的。我知道，我在你面前。依然是白雪公主，当然了，你在我心里也仍然是白毛王子，练板儿。哎呦我天哪，你堵又堵了，哥，救救我行不行？你万幸去吧，我当年也不娶她，你小子活到今天。所以说你是个战士。这咋了呢？你俩？开玩笑。跟你闹笑话呢啊，练板儿。快把酒还他吧，你瞅他磨磨唧唧的多烦人呢。是我老磨叽了，我老烦人了。你是挺烦人的。给呀，给他，给他。你看你离那近干啥你啊？大伟啊，啊，我问你啊，你见过子弹飞吗？见过。见过子弹往回飞吗？这不把自己打死了吗？啥意思？什么啥意思啊？见过送礼的吧？见过。见过送完礼还往回要的吗？那还是人吗？那你这是啥呀？厂长，我今天还真就不是人了，所以说那两瓶酒你必须得还给我。行，我还你。哎，太好了。但是这酒现在不在我这儿。啊？那在哪儿啊？哎呀，算了，实话跟你们说吧，我们家老爷子早晨到我这儿来了，把你们送两瓶酒给拿走了。不光那两瓶，把我存的两瓶酒也拿走了，说要感谢他一个什么恩人。真的假的？你没骗我呢？我骗你这干啥呀？哎，你家老爷子来了，你问他。立本啊，大伟来了，爸。哎，哎呀，大叔，大伟在这呢。啊，刚才我上你家去了，你不在家，我寻思到立本这坐会儿，这回我就不用去了。哎，我现在好了啊！你看我这俩腿。哎呀，太好了。啊，哎呦，啥毛病没有？爸，你等。怎么什么情况这是？
我这不是老喊鬼吗？啊，大伟在城里给我配两副药，呼上就好使了。大伟，不愧是老中医的后代啊！我给你2000块钱，你我哎，我明白了，爸，您说那恩人说的就是他吧？不像吗？哎呦，兄弟，我代表我爸，代表我妈，正式的。那不用给我磕头了，我鞋带松了。哎呀，大伟啊，其实你大叔我老想感谢感谢你，给你钱吧，你还不要？我在立门啊，拿两瓶好酒。你拿着，这是我一点意思。不，大叔，你看咱俩这种感情，你用不着扯。拿着，哎呀，你呀，大叔，你看你这么客气，干啥呢？这是，哎妈，还给他送两瓶你的酒。你个老二，明白了，明白了，谢谢大叔，谢谢。那行，你们先唠着，我还有点事儿。哎，大叔啊，啥事啊？过年了，我不得会会亲家啊？就他老丈人，嗯，他老丈人爱喝酒，我顺便。给他带过去两瓶酒啊！你们让快去吧，快走，我走了。大叔啊，你慢点，注意啊，一定按时服药啊。哎，好，你放心吧，好，哎，有劳了啊，哎，咋的了？哎呀，厂长，哎，这干什么玩意儿啊？不是厂长，这就是你的部队了。这两瓶好酒吧，是你爸我大叔感谢我的。哎，对。所以你没事吧你啊？我说多少次了还不明白啊，我到时候买了再还你，这我一会儿陪顾客喝酒嘛，干什么玩意儿？实话实说。行，厂长，那我就实话实说了，这两瓶好酒根本就不是酒，是我灌的凉水。你说这两瓶酒不是好酒，是水？对。不，谁信啊？哎呀，我要骗你，我是你儿子。我要骗你，我是你儿媳妇。我千万别，千万别，我没这福气。这大儿大女的多折寿。不是那个厂长，你要实在是不相信的话，你可以打开尝尝，不就知道？我尝啥又尝？我待会儿请客户喝酒，我先来一口，那是啥事儿啊？立板儿，干啥？尝尝嘛。喝呗。尝尝啊。酒啊，确实是酒。那水呢？我哪知道水在哪啊？啊，我明白了。怎么了？刚才你爸说了要会亲家。嗯，莫非那两瓶水？哎呦我的妈呀！啊，那是不是亲爹喝不就事儿了吗？哎，对，啥不是亲爹呀？不是亲爹，更不亲爹。哎呦，我老丈人呢？他要是喝了酒，不是酒是水。我媳妇儿不把我抓那个山丹的开花红艳艳吗？那爸，这是酒，那是水呀、啊，爸。爸，那咱俩咋整啊？咋整啊？继续要啊？立马。